五课，楼道触碰感应灯。大家好，我是文涛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Arduino 传感器入门课程的学习。在本节课中，我们将一起学习使用数字触摸开关来控制 LED 灯的亮与灭，模拟日常生活中触控灯的运作方式。本节课所需的基础知识与上一节安全电风扇是相同的。如果你还不了解数字信号的输入与输出控制以及程序分支，欢迎大家观看上一季的慕课 Arduino 轻松学的相关课程来了解和回顾。电子模块介绍，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电子模块叫数字触摸开关，它是一种数字输入模块，程序控制方法与硬件连接方式与按键模块完全相同。硬件连接，所需硬件 Arduino Uno 版、 IO 扩展版、数字触摸开关、 LED 灯。一、使用传感器连接线将触摸开关接到 IO 扩展板的数字引脚漆上，需注意线与端口的颜色一致。二、使用传感器连接线将 LED 灯接到 IO 扩展板的数字引脚8上，需注意线与端口的颜色一致。三、最后再检查一下各个接口是否都对应插好，没有问题之后就可以开始程序的编写啦。程序编写，为程序添加如果执行模块，在如果后添加逻辑判断模块，并在模块左侧添加数字输入模块，修改转角号为7号，在逻辑判断模块右侧添加高电平，在执行区域添加数字输出模块，并修改转角号为8号，添加延时时长，修改延时时长为3000。复制数字输出模块，添加到延时模块之后，并修改电平状态为低。最后再检查一下程序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可以上传程序接入电源，开始体验我们的楼道触碰感应灯吧。在本节课中，为大家介绍了数字触摸开关的使用方式和触控灯的制作方法，大家记得按时完成课程作业。如果你对本次课程有任何的疑问，可以直接加入学习 QQ 群，与其他老师一起交流讨论学习心得。同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，我也会在群中参与讨论，并为大家集中答疑。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疑点答疑区或学堂社区里提问。最后欢迎大家关注可以学堂的公众号，以便获取更多有趣课程的资讯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